我想来问，今仔日我骑阮兜这只 MT 零九 Tracer 要创啥呢？因为这只车其实伫阮兜无啥咧骑，我今仔日骑出来，甲弄风弄风咧。结果我发现一件代志啊，靠，伊后壁咧无啊，啊，而且伊胎啊，真真是够怪怪。啊，所以我今仔日伫彰化，啊，当然要来带，我当然来药厂甲处理一下，对哦。啊，来药厂是做等下咧介绍，大家看一下药厂内面啥物物件。啊，是做来叫因的技师来甲恁换恁的链，啊，甲换恁的迄个胎啊，侦测器，规组甲换掉好个，较规气个。啊，无我小弟仔拢平淡，我拢规时间甲处理落，较要紧。啊，恁来继续看因技师安怎做。啊，当然要介绍药厂的小老板。大家好，我是右昌啊，我是油店长啊，大家都叫我小油。小油哟，嘿，叫我小油、哦、可以啊。啊，恁右昌是伫倒位哈？阮伫彰化万宁家。万宁，这算万宁嘛？算大川。阮家算大川。算大川，但是我伫万宁嘛。我伫万宁。嘿啦，我拢想讲，我这边面对万宁，啊，个地址是大川就对啦。我都伫边缘的对吧？对，做出来。哦，啊，为什么我会来右昌？你知道？其实吼，因为阮第一只车是甲恁牵的啦，对啦，较早甲恁牵的啦吼。啊，所以我对右昌是。有很深的一个印象啦，对你有最深的印象，因为你嘛是经销商啊，靠我早期经销商，啊，我一直无来啦，我一直唔捌介绍大家知影讲药厂这间店，啊，然后我今仔就拄好阮弟的车，我想讲甲换一个物件咧，哎呀，换一个链的啦吼，啊，刚介绍就是讲药厂，我们最主要的经营的业务是什么？哦，我们有新车买卖嘛，啊，我们除了新车之外嘛，有中古车，啊，今嘛如此在推广这个大型重机，大家拢骑第二位，所以我们还有出租的业务啦。哦，你冇出租就对了啦。出租哦，了解了解。我在骑尝试着买，啊，未买会使先租先骑。哦，先试租看嘛，唔知啥好骑，歹骑。但是我先讲啊，你要有这个能力才会来咁租。我讲正经，有个人。顶工去遐租车做车代志无，一届就哦百个嘴啊，靠！所以阮租车嘛是爱看。对，所以你有租车，有租车啊，有卖车，卖新车、中古车，啊，佫也有保养、维修、改装，我拢有就对啊。我是讲我今仔日倒车嘛算改装啦吼。胎压侦测器，安全的配备啦。安全配备，对我们一定要推广。啊，恁这边的车大部分拢卖什么车？拢是Kawasaki的。哦，对，你就是Kawasaki经销商就对了啦。专卖。哦，你算园林区的对吧？算园林区的园林大川这边的经销商就对了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要买Kawasaki会使来恁家泡茶的。会啊，拢来看。我来这看看，买会使无？哎，哎呦，啊，我那十八岁、十六岁呢，我会使来看一下人事版无？哎，当然会使吼，对啊，当然欢迎啦，来这看看微微的了，啊，后摆恁都有机会，啊，冇修车啦吼，对，修车冇有啊，冇修车冇得买卖晓，嗯，修车一排排排，拢嘛是有得有啦吼，这嘛爱啦，服务全方位啦吼，啊，我今日我一个问题啦，我伫只买只Kawasaki的车啦，嗯，啊，买啊，靠呀，我无朋友啊。我边缘人，无朋友，我要安怎？你会使来欢迎加入阮的车队。哦，恁有车队就对啊。哦，恁有带跑的对啊。有。哦，恁带恁去游山玩水就对啊。赞，安尼嘛，差不多。哈哈哈。另外，搁一个问题就是讲，啊，我今日也毋是伫你遮买车啦，啊，是包伊买，啊，但是我想要来，我转来你遮保养，我感觉恁遮服务袂歹。我要转来你才开始保养，安尼会使无？会啊，会使吼。嘿啊，阮家所有车总拢有一折，吼，不管是进口的，还是国产的，嘿，拢欢迎你管，吼，嘿，是讲要调节人啊，拢无要紧，拢会使。哦，顺讲我们不会排挤说是搞咩，我都不爱有利用。袂啦，对啦，我不让客啦。对啊。啊，我今天你若来遮啦吼，啊，准备用什么代志？用锤头鸡吧。对啊，这边啦，如果我不对，我们业务，业务就对啊，我业务啊，甲 Q 入来啊，对哦，大家熟悉者，来，甲大家问好者。大家好，我是右昌车业的业务啊，我叫曹国进。哦，曹国进啊，哦啊，所以讲我若要买车嘛，再来找你就对啦。你，甲你买车有较俗无？甲小老板买拢较贵。冇嘛冇啊，我写个小的，我不一定便宜，有时候小老板也会。但是如果啦，如果我们今天说啦，我才20岁而已，刚满20岁，我刚考到重车的驾照，我就很想要圆梦。你也搞完到三缸冇？哎吼，搞完到三缸圆梦嘛，我就是想要骑人四百呀。那你可以帮我们圆梦吗？可以，想办法，对不对？想办法让你过，对吧？想办法让你骑到车。对啦，但是要。
你自己的能力也是要评估啦，评估进去的。啊，所以呢，来右仓，就是说，如果说马某一点来历的是一定要找小老板，我们可以找我们的业务，哦，或者是找我们的技师都应该很亲切，技师也都很亲切。带你来看一下车啊，或是带你，请你来试跨试坐都没有。试跨试坐，或者是说，你确定可以先租看看，骑看看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我讲一解哦，拜托，无驾照卖敢讲要租车。你嘛正经的，十六岁要共租车，你为难你们，对吧？啊，我拄好去提吼，拄好转来啦。啊，我有去看到这只车啦，29牌 RS 咖啡啊。啊，车已经到店啊。对哦，这是上新的。上新的哦。嘿。我说，这就表示说他是不是要上可以挂牌了？可以的啊，快可以挂牌。啊，这只我会记多少钱哈？58.8万。58.8万对吧？对。转。啊，够毛。而且如果不是喜欢这个调调的，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车款可以，对，我们可以选择车型可以选择，尤其是像人事版邀请，我其中一个点车不 Q 宝西哦，材料真好，年轻人的喜欢。对啦，所以说如果你刚好想要看一下这个比较特殊的一种车款，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啦。对，所以就是咖啡，很多人喜欢的。复古啊，现在潮流，对，现在趋势，对啊。而且卡哇沙基现在车现在越做越好。啊，我这边看就是你的租车，你冇租十啊？有啊，我有这只。啊，这只十啊，租一天是多少钱？租一天3000多块。3000多块了，对吧？啊，如果这是四代啦，吼。四代的时啊，所以说你若有想要做时啊，有时啊，过来最重要的是，小朋友上爱是啥物事啊？忍四百啦吼，忍四百嘛，我出租就对了啦。对，现在忍四百也是出租的车子。对。啊，他一天是租多少？一天24小时。24小时，大概2000多。2000多对，因为它是比较新款的车啦。比较新款的车。哦，对了对啊，所以说你若有想要体验一下忍四百，就可以稍微的来这边租看看，对吧？好。啊，我今仔日主要是要来到这个胎压侦测器，要来换啦。因为较早阮第一只车是固定的，我想讲来换一个新型的，因为伊嘛用足久的啊，用足久，我想讲也差不多怪怪的，干脆把它换掉了。啊，连这把固定跟新型到底是差不多，这是新型的对吧？这个跟我车上装的那个是一样的，一样的啊，这是成的电池啊，哦，胎压侦测器二代，这个叫二代，它哪里不一样？你各位不赶快，这是一代造型是安尼，各位看，一代就是安尼啦，一代，唔是一代家人哦。你看大中的人咯，一代公主，一代家人，靠腰咧，拢阿想着酒店，安尼看有吼。啊，这是二代分离式，二代是分离式的。上次如果有看过我影片的人，就可以看得到了。啊，我为什么会大概提一下这个东西？因为这个是很安全，安全的装置，非常安全。我一直都说，每一架车头一项要上的是行车记录器。第二个胎压侦测器，对。可是很多人是第一个是排气管，第一个是先上排气管，很奇怪。重要是行车记录器啦，对吧？这较重要，保护家己。胎压侦测器嘛是保护家己啊。啊，我告诉一点，讲过做一届也无想要讲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装这些东西。啊，连今麦这套啊，它的一套的价格是多少？这一套的话，现在的话是新款的5500。5500。我要港珠人，恁俩港珠弄了了，对。港珠的差不多1000块。1000块，含拆胎呢？嘿，含拆胎，含。是哦。对啊。我们家工资较好哦。啊，今麦一件车拢到好啊吼！我们最主要今天是装什么的？是装后轮，还有就是啊后轮来，恁从柜台看下。我还是喜欢漏的系列的雨胎吼，因为我们家这台车吼，大部分都是没有在跑山的，大部分都是以旅游为主的，所以我觉得漏的式就很好用的，所以一样换漏的式。然后最主要的是这一颗哈，就是我们换新的了，我习惯会把它撕掉哦。啊，就是我们把它装在这里，就是比较显眼的地方，主机的部分。然后我今天的任务就这样完成了，然后继续来去剃头。啊，上尾，恁感谢恁这小油老板哦，把我的车呢处理到好势，感谢你。对，这啊，就如果说你在彰化地区啦哦，就是或者是说你在园林，甚至在园林地区啦吼，啊，你若有需要大车的需求啊，想要来看一些卡瓦萨基的啦，是讲需要来保养、维修、改装的，拢使来找恁。对啊，这拢无问题啦，这档机的大车拢无问题，拢无问题啦。对，好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谢谢你。啊，上尾，佫有一件上重要代志，啥物事？我们要订阅小莱姆，也要加铃铛。对，谢。